歡迎嚟到今集嘅《香港人家書》，咁啊有廣傳媒嘅何良某老總同埋 MHKTV 嘅老岳咧，同大家做節目。我而家先睇到老總，原來你個眼鏡同個散色嘅著嘅色係襯曬喎。哦，偶然相襯啫。你屋企有幾多嘅唔同嘅眼鏡襯你啲衫？哎呀，呢啲咁嘅即係揸車用嗰啲眼鏡啊，今日咧就係陽光真係普照。你中唔中意戴帽啊，老總？都戴㗎。都戴啊？係啊。綠色的那些不戴，我除得快都 OK 的我真的送美人了我就很喜歡送美人的戴我就少了小姐都有戴你不要說這些講笑講完了我們今集就講回加拿大UBC 我們叫 BC 大學呢我們的校長叫小野泰三喂做了大概六年左右、啊、今年一六年到現在一六年左右就要轉台去美國密歇根大學做校長 ，Michigan 係咪真係嘛？係 U of Michigan， 係個排名高過我哋 UBC 嘅，高好多，係國際知名度係表現，任何排名都高過 UBC 嚇，咁啊，咁啊搞密歇根大學咧，即係歷史啊各方面咧、那個水平咧，都即係有目共睹，即係真係 UBC 喺個後邊。都合理嘅，人咁啊！佢有名字你叫啦，默默嗰啲折腳老根，咁啊字嚟出名啲，老根啊！你好想象力，你好想象力。嗱，佢去到密歇根大學咧，就年薪咧就係127万，就係啱啱係佢 UBC 大學嘅60万，即係差唔多一半喎，有一步喎，一倍喎。啊，咁啊，咁啊，係咪真係因為咁高薪而跳槽咧？就不得而知。但係事實就咁樣，咁、你的女兒都是 UBC 讀，小弟都是，是啊，你又是校友，你父女都是 UBC 的學生和校友，是，我不可以拿我和我女兒比，因為我女兒是真的比心機讀書，我沒有，這些要看表現的，讀到書出來都要出來看表現，怎麼看呢？怎麼看校長今次閃過別枝去找美金？我就這樣看的，我就有一段時間沒回來加拿大，嗯，咁啊，早幾年就開始要培養阿花木蘭要翻嚟加拿大讀書啦。係，咁啊都有入過 UBC 睇過。咁啊，使咩睇啫？你都喺度讀書嘅。唔係啊，我入到去之後，我發覺我認唔到路啊。哦，成個 UBC 啲格局變曬。咁咪會發展噶嘛，大學。嗱，你講得就非常之對啦。整體成個 UBC 咧，好多嘅地方咧變咗地產項目嘅。即係又整一啲小區，係嘛？側邊起嗰啲 apartment 啊，即係炒貴曬，啲屋租又升曬值。咁我就覺得，咦？點解成個 UBC 好似變咗一個碧桂園咁樣嘅？咁樣我就 UB 碧桂園 ，UB 即係依一個 BC 碧桂園咧，即係變咗。點解整咁多依啲嘅唔同嘅依啲嘅？好多喎、啊，好多㗎。啊，嗰、那個社區我之前碌街我都有碌過去啊。係啊，即係成個。即係啲大概五六層嘅 apartment 啦，係啊，好現代化，好小資情調，係就喂嗰啲超市齊數，要你要乜超市都有藥房 ，Shoppers Drug Mart 啊，咁啊亦都有啲中國菜啊，麥當勞啊，你要噏嘅都有，哇，掂曬。咁有問題啫？咁一個大學區入邊總係會有人住，有教職員住，有學生宿舍住，亦都有啲人中意住大學區，因為你知道 UBC 大學區咧係零舍大嘅。個原住民成塊地咧，等於温哥華嘅一邊西邊嗰個角落啊，啊叫做 West Point Grey 啊，都係佢嘅。依個小嘢咧就一啲都唔少嘢，我就覺得佢個眼界咧就睇一啲揾錢啊，嘅嘢多。咁好啦，咁啊又有睇到有一個嘅情況啦。記唔記得我哋依個孟晚舟華為公主啊，曾經依一個嘅華為亦都係捐咗好多錢俾 UBC 啊？係。在安省那些大學，什麼滑鐵路啊，是啊，什麼多倫多大學啊，全部都有捐，沒有留到 UBC， 沒錯，即是照顧你 UBC， 沒錯。咁啊，即係喺依一方面裏邊，而 UBC 整體咧，亦都係為咗向錢看咧，收咗好多外嚟嘅呢啲嘅學生。咁啊，當然最大嘅依一個嘅喺度讀書嘅，當然係偉大嘅強國啦，強國嘅依強國生就真係好緊要啦，係嘛？當依、這個香港嘅社會運動嘅時候。好多嘅香港個學生 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 係嘛？有抗議行動，抗議行動、示威行動係嘛？表述佢哋對香港而家俾依一個嘅港共政府欺壓、侵犯人權、剝奪自由啊，係嘛？即係有好多嘅警察暴力啊，
啊，有好多嘅長角身嚟搞搞震。喺校園入邊啦，喺校園裏邊。係啊，大家就執行馬就唱對台鬥大聲。咁啊，呢、這個現象由校園到校外都係有嘅。嗯。不過 UBC 校園咧，都真係出現咗呢啲小粉紅舊生，咁佢比例多嘛。咁睇個蕭條撐下場都好啊。裏邊我女又曾經講過啦，嚇，即係嗰個嘅練弄場。係。咁啊，學生會亦都係俾壓力佢哋咧，就係即係要搬去某一啲嘅位置啊，又隱蔽啲，隱蔽啲啊，又拎走啊，咁樣嘅呢一個嘅情況。咁啊，究竟呢一個嘅小嘢係咪即係向人民幣靠攏啊？即係為咗要揾錢啊，而佢個依一個嘅所謂嘅依一個嘅政績，就幫學校揾幾多錢係好重要。學術排名咧就跌到阿媽都唔認得，就依一樣嘢就我就見到佢毫無建樹嘅。咁啊，所以依位小野先生，我就覺得佢咧就是、根本就係一個成功嘅小野企業家，嚇小野大學校長級嘅企業家。冇錯，大學校長級嘅依一個嘅財技專家，同埋一個移民顧問。咁啊，但係咧，佢實證係 UBC 有啲咩好啲嘅學術，令到個世界排名佢正升高咧，似乎咧就未見佢有任何建樹啦。即係呢一個係我幾年冇翻嚟之後翻學校嘅，即係初步了解好皮毛啦嚇。即係大家如果我講錯咗就唔好鬧啦。即係我嘅個人嘅見解。咁啊要都唔好鬧你，不過都要俾個註腳你。係啊，咁啊佢在任都係得六年到嘅啫。係係六年咧，要一間大學咧就係即係火箭式上升咧，就係比較難嘅。不過咧就千祈唔好。自由落體啦，咁啊，但係 UBC 嘅喺國際排名呢近六年啦，或者係十年八年，似乎都唔係好差，但係咧就好似進展就唔係太明顯啦。我女就嗰陣時滿地可嘅麥嬌就收咗佢嘅，係仲出埋依一個嘅 scholarship。咁啊，但係咧就我就同佢解釋啦，為咗你去過去嗰邊有山長水遠，有好多疲憊啊，嗰、那個 scholarship 又唔係話真係咁 tempting。咁啊，不如喺翻 BC 裏邊讀 UBC 啦，起碼啲照應啊、爺阿嫲啊、爸爸過嚟探你呢啲啊，哎，咁啊出事啦！唉，你一個決定去麥嬌讀咪好咯？而家麥嬌嘅排名都高過 UBC， 係啊，醫學啊最出名啊，全加拿大嚇。咁啊，咁啊麥嬌同埋 UBC， 你都喺個即係加拿大嘅排名方面啦，大家都係喺五名入邊轉嚟轉去嘅。係，咁呢個都係頂級嘅大學嚟嘅。咁啊，講翻小嘢咧，佢自己係娶咗個中國。籍嘅太太嘅喎，嗯，啊咁啊佢啊即係外父咧就係、是、加拿大光纖之父。哦 ，OK， 唔係高坤咩？高坤咧就係、是、國際光纖之父。OK， 佢係加拿大啫。我係列治文光纖之父，光腳之父啊！真係你冇令到我哋啲網友食緊飯嘅咧，啊嘔翻曬出嚟啊！聞到陣你嘅你唔係香港腳，係加拿大腳味。我依家曬我條光管。嗱咁啊，佢自己即係都係一個學霸嚟嘅，即係佢雖然話見樹唔係見到好突出喺 UBC， 但係佢讀書就好鬼叻。咁啊就喺美國嘅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啊，咁各方面去到英國啊，呢個學位啊都即係佢都係攞美國學位嚇。咁啊，佢自己個人嚟講咧係嗰個水準係好高下嘅。不過咧，自校咧就真係讀書叻唔一定自校叻就係、是、呢個。讀書叻都未必係做人好添。啊，做人啊，咁啊冇必然關係嘅喎。係。啊！有好多人咧係高智商犯罪㗎，冇錯。讀到書嚟咧係諗點樣，即係用佢所學嘅東西令到自己私人著數。即係管 UBC 都未管得掂，而家去管間世界排名比我哋高咁多倍、咁多級嘅依間嘅默默去動腦筋嘅依個嘅大學嘅專上學科。動腦筋。咁我諗佢嗰啲第時個大學裏邊嗰啲嘅 board 啊，嗰啲嘅 alumni 啊。啊！嗰啲 director 係嘛，即係要默默睇住佢而得，唔係真係長筋都俾佢挖埋佢走。就可能即係 UBC 個名講得唔好咯，冇叫人哋默默動腦筋，所以佢未能發展所長。咁而家去到美國咧，默默揾人跟嘅而家 UBC 就默默揾人跟。咁啊，咪揾人跟，可能佢默默動腦筋，覺得佢咦啱婆姐喎，入嚟幫下手，默默動腦筋去揾人跟先。咁可能喺美國會有機會，即係發揮到佢自己真正所長唔出奇。哇！呢啲大學嘅～即係一屆屆啲校長咧，有時我哋見到，就算喺中大，我哋香港中大，即係嗰時阿李國昌咪做過中大校長嘅，係係係，啊咁啊高坤就自然係校長啦，係，咁你要睇到，喂，落差差好遠嘅喎，係喎，人品啊、學術啊，咪咯，你大家同埋校長同一間大學啦，但係今天一睇翻嗱，高坤已經過咗身啦，
咁啊係直頭世界光纖之父啊，即係諾貝爾級嘅人嚟噶嘛。咁啊，但係你嗰張字號加埋你嗰張後嚟又做呢一個交通局啊嘛。係係。啊，咁啊又講咩目標為本嘅咩教改啊？係、哎、香港教改，即係到今天你嗰張又入咗行會噃。係。咁啊，香港點解我哋訓練嗰啲人才啊？即係李國章喺醫學界方面咧都好有一個盛名嘅，但你一去到治校，一做到從政，好似大攬都扯唔埋嘅喎。咁又唔係咁樣講嘅，阿盧總。啊，即係佢我哋曾經都有一位偉人叫孫中山先生，佢都係從醫嘅。哦。但係佢跟住要醫一個嘅病人。係，咁中國係啦，咁啊呢一個嘅李國章或者同埋呢個盧寵物係嘛，即係兩位都係諗住要一個就係幫人哋醫眼，嗯，係咪係李國章好似醫腦定醫眼啊？我唔記得咗添。醫眼就係啊邊個？何志平啫。何志平嘅醫李國章就唔知係 EQ 邊科啦，可能醫性病定係醫腎囊定係邊度？啊呢一個盧寵物就醫肝係嘛？佢即係覺得香港裏邊啲心肝脾肺腎爛曬，即係嚟幫我香港醫下。點知佢醫完之後仲死多兩節做。即係咁，佢哋嗰個學醫嘅專業咧，喺個從政方面就未必係咁對應嘅。不過點都好咧，始終佢哋兩個都學壞腦，因為點解咧？大家都對依一個嘅權力嘅膜拜，向依個極權跪低，係去幫依啲嘅邪惡政權咧去欺壓同胞，欺壓出擔心佢出賣港人嘅，係啊出賣咗啦，擔心呢、這個嗱你要出賣咗，我哋仲要再睇多啲係咪真正出賣，抑或佢哋入邊做內應咧？唔知噶嘛，我哋可能。要移中流程嘅，咁另外加拿大咧嚇、啊，即係最近杜魯多有啲新嘅搞作，就係因為德國敦促咧，就將本來咧就係同俄羅斯輸個天然氣嘅北溪一號咧，北溪一號嘅燃氣輪機就送翻俾德國，因為要修理，但係而家俄羅斯係受到國際制裁，包括天然氣，咁啊加拿大咁做啊，似乎。即係令到烏克蘭好感冒喎、啊。咁係咪即係搞清嗰個邏輯先？德國需要俄羅斯嘅天然氣輸入俾佢，然後又要依附機器，要夠依附機器嘅。係啊。咁依附機器點解落咗我哋嘅加拿大手上邊？因為佢要揾人去維修。係啦、啊，加拿大有呢啲專家。哦，咁叻嘅。OK， 咁好啦，咁啊，因為咧嚟緊嘅冬天驚冇油過冬，大家啲德國佬就凍到變長津湖咁樣，係就好擔心，所以就要急急俾壓力啊，做咗多。係啦，急急要。運翻呢一個修理好嘅燃氣輪機，俾翻俄羅斯，然後咧就嗰個北溪一號嗰啲輸天然氣先至可以繼續，而家就暫停嘅。咁我想諗下，即係阿普京知道依一個嘅消息，佢個表情會點？好開心咯，拍爛手掌啦！你啲咁嘅西方白咗，你哋原來咧又即係言行不一，你咧話制裁到最尾，你咪又係德國要跪低，即係證明。普京又是一個小勝啦，係啊，咁啊，澤連斯基，你班友仔又話嚟斬雞頭燒王子嚇，即係兩葉插刀，點都會撐你。點知你又插埋澤連斯基度？咁我想請問啦，而家啲飛彈日日射去烏克蘭嗰啲嘅民居，係啊，係嘛？你而家啲頓巴斯區成個落入咗，哦，直頭係廢墟啊，炸到廢墟，係嘛？仲要搞嗰啲嘅。裏邊嗰啲嘅羣眾要搞公投，要係啊，話要歸俄啊嘛，歸俄又要將佢哋半 passport。咁好啦，咁啊，仲有啲契弟咧就走出嚟講喺度講啊，又話：哎，你抵嘢死啦！你烏克蘭一啲而家要跪低啊嘛，割地賠款啊嘛，你而家你唔割地賠款，你死得到兩錢重啦咁樣。嗯、即係冇過依一個嘅抵抗意志。我喺好多嘅網上面見到啲咁嘅契弟網友啊。係。咁啊，如果係咁樣啊，即係你追究嗰啲乜嘢南京大屠殺啫？你中國做乜撚嘢？喺二戰世界大戰嗰陣時反抗啫，攞咗你依個嘅南京，攞你個北京，攞你個廣州。你做日本人好咯。唔係日本人好咯，反抗做咩啫？係嘛？即係同一個邏輯啫嘛。係啦。係咪？即係最關鍵嘅就係你侵略別人就係唔啱。係。第一就冇，佢而家冇宣戰嘅喎，俄羅斯成日都話咩？係啦，咁你擺明係同人哋打仗宣戰，但你又喺度玩語言藝術，你又發動咁多嘅戰爭罪行，日日都死啲細路仔三四歲嗰啲，又專炸平民喎而家。專炸平民，啲飛彈亂咁射，射去啲戰後區好遠嘅依啲嘅地方。有啲人話佢係因為嗰個晶片啊，係冇咗新嘅晶片，係瞄唔準嘅。總之有射，交咗錯，交咗數俾阿普京就算啦。話知你烏克蘭死啲咩平人民，啲咩三歲細路啊，或者八十歲嘅富餘，話知你，總之有肥就得啦。
咁啊變咗啲陣仗打上嚟，烏啲馬叉，完全都唔係打仗，咁就都係屠殺。屠殺啦！第二咧就同強盜行為冇分別嘅，仲要將烏克蘭執到啲農產品運翻去啊，同埋啲重工業嗰啲物資係用船運翻去俄羅斯啊，即係同嗰啲強盜去偷嘢，去人哋谷倉偷小麥有咩分別啫？咁而家即係講真，你又話細神劈遠歐盟啊、北約啊嗰啲去撐佢，咁啊即係講真，你哋已經係付出最少嘅依啲嘅支援啦，係嘛？兵力又冇派，係嘛？德國仲揾啲過期武器嘅俾人，只係俾人踢爆。都唔係，而家都俾翻啲新嘢俾佢。咁好啦，咁你但係同時之間，你又制裁唔死依一個嘅普京，佢又有錢，又有乜，又有七。佢又農產品仲話今年豐收喎、啊，咁你點講都通個道理啫？你要咬緊牙關㗎。嗱好啦，你個拜登走去沙地阿拉伯，哎啲王子係咪？即係第一，你已經係輸咗啦。人哋嚇肢解個沙地阿拉伯嘅記者係嘛？嗰、那個涉嫌嘅人咧就咁樣用咁樣嚟對你喎、啊，係喎、啊，佢同你邊個龜頭你睇下喎？係喎、啊，我哋嗰張相係咪偽造㗎？唔知咧，我驚佢係 P S 㗎，用咁樣嘅手對住阿拜登，咁啊拜登又冇反應㗎喎。咁你又哎唔到人哋，就俾買多啲油俾你，或者將啲油價即係 release 多啲嘅產量，你就會撳低個油價，又冇做依一樣嘢喎。咁你乜都做唔到，你成班油喺度，咁烏克蘭就日日水深火熱。西方白咗政權，而家知唔知自己做緊乜嘢咧？唔清楚咯。啊，依一個嘅導遊多，你做乜嘢啊？將翻嗰個咁嘅咩北溪一號？北溪一號。北溪一號嗰個咩 turbulent 嗰個又話乜？咁你即係話俾烏克蘭乜聽？嗱，冇計啦，德國人嘅命好緊要嘅，唔好動 Q 死佢，唔好動真佢哋。但係你哋冇俾佢長津湖，但係你哋烏東嗰啲百姓輸我哋做唔到啦。唔係你啦，鬼要你命賤，任炸唔嬲咁。嗱，有啲嘢呢個咪好虛偽咧？西方政要有啲友仔就好契弟嘅，嗰啲黑色嗰啲民族就喺度話：啊，烏克蘭有時你哋班友仔咧就即刻義無反顧又去撐又話勝又話乜又話送武器又送食物。我哋喺非洲裏邊嗰啲咩莫桑比克啊、烏干達啊嗰啲啊，即係好多地方冇反開冇剩，你就唔會救啲非洲兄弟。嗱，你唔使擔心啊，非洲兄弟啊 ，OK。烏克蘭嘅命雖然比你矜貴少少，但係烏克蘭嘅命一對比起依一個嘅德國啊，都係不是命嚟嘅啫。係喎，你唔係 Bad lives matters， 點解 Ukrainians 嘅 life matter 咧？係啊 ，German lives matter 㗎嘛，高等白人，即係所有依啲嘅嘢全部都係偽善、虛偽、hypocrite。點解德國人唔諗方法喺第二啲地方輸天然氣？天然氣係好多國家有啊，包括加拿大都有，係遠啲，貴啲咯，貴啲，但係可能嗰度就手啦，因為北溪一號已經係用緊嘅。係啊，咁啊，而家就本來北溪二號都要建設，不過因為烏克蘭戰爭，因為呢個默克爾夫人攞台，咁啊北溪二號咧就係暫時叫停嘅。老總，我覺得有一樣嘅嘢，所有嘅嘢都係講利益，係所有嘅嘢都係講著數。唉，咩講公義？講公義行開啦，即係講真，老總，即係你越活得來。你就越睇到所有嘅嘢，世界上面嘅嘢，所有啲咩大是大非啊、功德啊、嚇即係公義公正啊，只不過係一啲我嚟講嘅啫，我嚟講嘅，冇人做，唔係真係我嚟做到嘅，冇人做嘅。咁我覺得即係咁嘅情況之下，烏克蘭人真係好陰功啊！唉，一個有四千萬人口，俾一個1.4亿嘅國係咁欺凌，冇人幫佢乜滯，而家有人幫，但係幫咧就係唔到位。一來唔到位，二來可能之後我驚佢時間有限啦，夠鐘我哋就拉隊走人啦。咁啊，烏克蘭人咧就係跟住就可能亡國噶咯喎。咁啊，呢個情況，啲西方人講咁多啊宗教嘅情操，咁啊即係話要救人啊，又話講到嗰時啊，即係一開波又話嚇誒侵入烏克蘭，即係等於侵入歐洲。咁而家咩態度先？你杜魯多同呢個德國嘅總理？而家德國係咪即係你哋嗰個生命嘅價值同烏克蘭比上嚟係更高過佢咧？係優先過佢咧？更加我哋睇穿咧，依一個嘅導遊多政府係偽善虛偽，係嘛？講一套做一套，係嘛？即係所有嘅嘢就即係點樣去話，即係為烏克蘭要撐佢啊？點樣啊？咁啊，只不過一啲政治嘅 show， 係爭取依一個嘅國際嘅利益交換啦，利益交換。所以咧，即係加拿大本土裏邊嘅輿論咧，依一個亦都前排點一樣有提過添。
有報道，但係好似冇咩人點樣去廢啊，杜魯多。嗯。啊，咁啊，係咪即係加拿大人都開始覺得？德國人緊要過烏克蘭人咧？唔係嘅，我覺得喺加拿大裏邊，佢哋緊要嘅係啲 domestic 嘅 affairs， 啲油價，啲嘢貴唔貴啊？天氣太熱，天氣太熱啦！即係世界，我哋講得衰啲嘅，你死關我差事。咁啊，即係又係人性自私嘅面，表露無遺。冇錯。咁啊，講起人性啊，我哋講下即係香港嘅文化發展啦。你知道而家進入咗全面管治時代，咁啊，香港嘅即係。所謂由亂到治，由治及興，合得興，係興興又包括文化復興嘅啦。嗯，咁而家香港有冇即係文化復興嘅計仔？咁啊，見到一啲文章咧，就提出有幾點喎、啊。習近平嚟到咧，佢都話要香港裏邊嗰個文化呢度要做啲嘢啊嘛，好似係啊，但係佢講嗰啲文化，我覺得都係紙上文章，係出個噏嘅啫。咁啊，第一就要脱離盲目西化，建立特區嘅主體。哇！呢啲好高調啊！第二咧就話要咩？香港需要點樣嘅文體旅局？而家改組咗啊嘛！係係係啊！依個叫楊潤雄叫契弟，依個最冇文化嘅係掌管嚇、啊，好似會計師喎。我話知佢啊，即係總之嗰個你睇佢前面就爭佢後邊，睇佢個款就知佢冇乜墨水，係嘛？即係你用一個外行嚟去點去管內行嘅嘢咧？你講翻清楚就係好簡單，阿楊潤雄先生，我俾一分鐘你，你講俾我哋聽，香港嘅文化代表啲咩嘢？你講得出嚟，我收貨，咁就算啦。菠蘿油，問得唔？可能佢連菠蘿油都講唔出添。梗係啦，港式奶茶噏唔噏得到啊？即係其實講真，你第一樣嘢已經犯咗絕大嘅錯誤。香港嘅文化，你擺脱咗西方，就什麼都不是。點解要講盲目西化咧？香港點解要有一種咁樣嘅對立咧？嗱，香港點解要承認有一個獨特嘅香港文化？冇咗英國人嘅加持，冇咗英國殖民地嘅洗禮，其實我哋根本就係一個中國漁村，漁村嚟嘅，或者係一個沿海嘅小城市。我哋咪蒸蝦、蝦膏、蒸豬肉食嘅啫，係咪啊？即係呢個芥蘭炒鴨尾，係嘛？即係或者整一個缽仔蒸鵝腸、焗鵝腸，喂！你點解我香港會有菠蘿油啊？就係同英國文化牛油，佢一個叫做我哋叫做 synergy。牛油依一樣嘢，阿慈禧有冇食嘅咧？有噶，有啊。牛油唔係咁新嘅只牛油啊。OK， 咁但係依一樣嘢好明顯啊，即係優質牛油咧，即係英國嗰啲進口啦。係啦，啱唔啱啊？咁好啦，飲奶茶，即係我都未見過中國裏邊用奶加落啲茶度，除非近呢啲嘅。阿富汗啊、中亞四亞區嗰啲就中意用奶落去啦，羊奶。慈禧未飲過奶茶，我都相信嘅。新疆啊，佢哋又用依樣嘢，因為西嘅嘢嚟嘅喎，西嘅喎。係啊，係嘛？冇錯。我哋台面上面嗰啲又都有差，咪由西方傳嚟咯。咪係咯。咁你一開波呢一個文章啊，好似話胡欣威寫㗎係嘛？唔係啊，胡欣威有份訪問，有份 contribute， 佢話唔可以盲從西方。係啊，但係呢篇文係佢寫，要話人哋零一嘅。零一嘅就唔係胡欣威寫，唔係胡欣威寫，胡欣威係受訪者。受訪者係啊。係咁啊，零一就係好明顯咧，就係同中共咧就係有路嘅。嗯。咁佢盲目西化，要建立特區主體。第一，盲目西化已經係命題錯誤啦。第二，特區主體咩叫特區主體咧 ？Exactly。你而家全面管治，主體邊個？中共。特區嘅主體就係中共啊嘛。中共係咩國家嚟嘅咧？你喺香港搞自己嘅文化創作。你不能夠脫離中共的控制。中共呢就是對皇帝的吹捧，網上文章來的，現在讀緊的。對皇帝的吹捧十倍於秦朝，對百姓的控制百倍於漢朝，對外國的認知低於唐朝，對士大夫的尊重遜於宋朝，對刀槍的管制嚴於元朝，對皇室的優待過於明朝，對知識分子的迫害甚於清朝，國民質素不如義和團，依附邪惡卻似石敬瑭。石敬瑭咧就係漢奸，二皇帝，係啦，唔係出賣我哋大片島，即係燕咩咩咩十六州，係啦，係燕文十六州，係啦，我哋讀中國歷史必考嘅，係冇錯。嗱，咁樣嘅政權。你要同佢講香港建立自己嘅特區主體，咁咪即係反黨，咪即係反共。其實文化依一樣嘢咧，好老實講，以我個人有限嘅依個認知，我就覺得咧係唔需要理嘅。
冇錯。因為點解咧？我哋君不見以前喺香港港英時代嘅時候，我哋有啲叫雀仔街。我哋有匹布街。係。係嘛？我哋有依個女人街。有擺花街。有擺花街，係嘛？咁啊，點解會咁樣嘅咧？咁啊，因為你自你個政府開放咗，係唔會點管制，咁啊，自自然然啲人咧就會聚埋一齊。就做一啲嘅有利於佢哋個社區啊，有利於佢哋自己商業嘅嘢。佢哋自己嗰種社區精神，再加埋佢哋嘅愛好，以至到佢嘅專長。冇錯啦，佢會自然變成一個群落。我好簡單講一樣嘢啦，胡欣威、弱智，講你帶嗰啲咪撚屌鋼筋、鋼筋眼鏡啊，扮文化人。你唔係話我嘛？你唔係你好有型嘅，咁多啲，唔係跌眼鏡啊，真係。好老實講。點解喺中國新中國裏面，點解冇一個倪匡先生寫到一啲嘅科幻小説？要嚟到香港先至大放光明啊！金庸先生嗰十零本小説，點解唔係喺大陸出？唔係喺大陸出咧？啊，點解咧？點解喺台灣裏邊有古龍先生嗰啲《流星蝴蝶劍》啊、《楚留香》啊、《決戰前夕》、《陸小鳳》啊，你大陸裏邊一個都出唔到嘅？係咯，呢一個嘅梁羽生嗰啲嘅《七劍下天山》。點解又唔喺你哋嗰啲去做出嚟啊？你哋有嗰啲咩莫言啊、嗰啲 kick clack 嗰啲嘅嘢，係咪真係個文化水平咁高咧？嗱，你哋搞清楚，你哋千祈唔好一小撮人圍爐打飛機。你哋中意嗰啲叫咩文藝啊、學術啊嗰啲嘢，係冇人識、冇人理，然後你就覺得你文化水平好高。香港嘅通俗文化其實都係文化。香港的通俗文化是可以賣到錢，可以 commercialize， 可以有腳是走出這個的香港。我可以很老實說，是自成一個品牌。你那個甚至乎你的莫言拿什麼這個的諾貝爾文學獎，我都不知道背後的文扯線，第一 number one， 第二莫言的書有多少人有看過，我都覺得很大的這個的文豪。你同唔同意我個講法咧？另一個諾貝爾文學獎咧，就是高行健先生，他都是去到外國才拿到的。如果佢喺本土咧，喺中國大陸咧，冇辦法嘅，又可以變成另一個劉曉波嘅啦。好啦，仲有啊，你而家林鄭啊話你餘生剩低嘅時間啊，要去睇粵曲，睇大戲啊。哎呀，我想問啊，我為粵曲難過。阿唐迪生啊，嚇嗰啲《帝女花》啊，啊嗰啲嘅劇本啊，喺你廣州寫啊，定喺邊度寫咧？阿南海十三郎都要落到嚟香港啊，照教曉啊依一個唐迪生。咁啊，英國政府有冇？逼住佢哋一定要發展粵劇啦！嗱，政府喺文化發展方面咧，輕飛就是最好嘅策略。係，資助就得噶啦。第二，市民嘅文化本身就係自動會生成本土嘅意識，呢啲本土意識就係香港本土思想發展到今天有一個主體，即係話要自主命運，香港人要。爭取選舉，選翻自己嘅議員，呢個就好自然嘅發展嚟㗎。但係而家你全面管治之後咧，個主體就落咗中國嗰度。香港你而家就連客體都不如啊！香港係冇嘢睇啊！好啦，我哋唔好講乜嘢啦。我哋攞九八年金融風暴之後嘅南韓做一個 example 啊。嗱，九八年之前，我哋啲 K-pop 你記得聽過未啊？係啦，係嘛？跟住點解九八年之後嘣嘣聲？依、这、一個南韓一個嘅 K-pop 文化韓劇啊，韓國嘅電影我話又攞金像獎係嘛，又拍到奧斯卡又攞獎，啊 Netflix 裏邊有魷魚遊戲，哇大行其道，點解會咁啊？南韓嘅政府冇話唔干預，嗱即係講得清楚，佢係用咗好多嘅資本，將好多嘅後生嘅人送曬去歐洲嘅國家、美國嘅國家去學習跳舞啦、音樂啦、program design 啦、graphics 啦、舞台設計啦、cinematography 啦，全部依啲嘅流行文化嘅嘢涉獵，但係跟住咧資助咗佢哋之後，學咗人哋嘅嘢，跟住俾一個開放嘅平台，佢哋去發揚光大。依、这個就係一個有為嘅政府可以幫到文化發展嘅嘢，而唔係乜 Q 嘢都攰。好老實講，如果你話要發展依一個嘅港產片，我將有個劇本啊，杜總，你幫我揾資金啦，《七二一真相》。你俾佢拍，咁你就有機會發展到香港嘅電影工業啦。啊，跟住我哋拍魔警，徐寶高背後依一個嘅屈啊，徐寶高係李家超負責查嘅，影射李家超係可能喺成件事裏邊背後操守，俾 make 出。點解依啲嘅片我哋可以喺荷里活大行其道 ？JFK 之死，大家有幾廿百個唔同嘅陰謀版本啊 ！Oliver Stone 拍到成行成市。嗯。點解人哋就得咧？
就是因為一個自由開放社會，第二呢就是資金自由流動，拍片呢就要民間資金搞定，政府沒有可能有官方去資助拍片的、嗯、一官方資助拍片呢就要跟主旋律，就死硬的了，咁啊，一定唔會有民間嘅創意出嚟，同埋你同埋好多條條框框。係啦，中國共產黨，你睇下佢嗰啲嘅套路，係嘛？香港嘅公務員，你竇我公堂，你就要聽我話，又要宣誓又成，又要宣誓又成成，係嘛？你攞我嘅資助，你就要撐共。嗱，依一種邏輯，你唔變，咁你就根本上冇可能有本土嘅文化嘅。你仲話咩？從娃娃走起，哇！呢啲咁樣嘅説話都講得出嘅。啲娃娃就係啲匪語嚟嘅。咁啊，講真，即係你喺咁嘅情況，任何嘅小朋友都係灌輸中國共產黨係人類嘅救星、世界嘅霸主。任何第時創作出嚟都係以歌功頌德為呢啲咁樣嘅政治灌輸洗腦咧，就唔會有創意嘅文化出現嘅。中國大陸就係一個人版嚟嘅。另外嚇、啊、要咩話？仲有佢提到呢篇另一個文章，要打個空間，打破空間壁壘，讓文藝遍地開花。哇！呢啲假大空道。你而家香港啊，前特首啊，梁振英話要將郊野公園鏟咗佢嚟起樓啊，呢啲咪好多空間啦、啊。但係做啲咩咧？你哋香港有好多優質嘅呢啲嘅文化，咁你但係你有香港特區政府有保育過咩？淨係好簡單，一本皇后碼頭已經俾你挖搞彎啦。我哋好簡單攞人民文化嚟做啊。我哋有冇試過將我哋嘅雲吞麵好好地去保存咧？我可以講心俾大家聽。一碗好吃的雲吞麵，你在中國大陸裏面你是沒有辦法可以找得到，連廣東人都不懂怎樣做雲吞麵、okay? 留在我們的香港人，香港人的飲茶文化，你們有仔沒有好好地保育過，連整個蝦餃燒賣你都沒整得像樣你看看台灣人，人家有這些吃到人家吹鬚碌眼又有人家台灣人有這個牛肉麵、啊、是吧，南部、北部、中部，大家鬥哪一個牛肉麵最好、啊、然後之後全國最誇張牛肉麵去推崇這些文化，係嘛？你哋喺香港裏邊，我哋嘅大澳啊，嗰啲嘅漁村啊，你有冇保育過，吸引外國人去睇，係嘛？你有栽培過我哋嘅香港人去寫一啲優質嘅劇本，去參與一個電影嘅依一個嘅拍攝咩？我哋去拍依個港產片，又封區又封路，又唔俾拍又唔俾成，喺香港裏邊大型嘅一啲嘅 international 嘅依啲嘅 event 啊，樣樣嘢都唔俾搞，將香港斷絕啊同世界依一個嘅接軌，將香港嘅國際嘅 status 撳低，係嘛？咁你揀要將我哋矮化，咁你邊有運行啊？佢第一句已經講曬俾大家知，要掃除盲目西化。呢句説話已經令到即係、就是、你唔使講咗文化，你依個冇第一冇創作自由，第二咧你已經唔係一個自由開放嘅社會。我哋唔同外國接軌，唔可以做啲嘢。冇活水來源啦。咁你點樣可以引到世界嘅共鳴？如果你冇世界嘅共鳴，你就點可以喺世界裏邊攞獎項？就好簡單嘅啫。難道你啊個《紅樓夢》你點拍都好，我真係你將我身體任何一個器官移植喺阿老總嘅身上面都得。我話俾你聽，係冇可能會攞到依啲荷里活嗰啲唔同嘅咩金絲獎、金球獎、金球獎、金乜金物獎，冇可能嘅，因為你哋自己都仍然匿埋你自己屋企打飛機，你嗰套嘅嘢係冇人會明白，你走唔出國際，唔同西方接軌。點解韓國嗰啲嘢得啊？佢跳嘅舞啊，比黑人跳嘅舞更加好睇，嗰啲女仲靚過鬼妹，嗰啲男仔又高大又威猛，係咪？即係唱歌又好聽。咁你起碼你都要打開一個大家一個嘅共同嘅 universal language 先。你而家唔俾我哋接觸西方，本體香港要本體，你招人哋主動嚟去揾你，你唔去主動去揾人，咁啊點樣去宣傳香港？冇可能有第一本有一個叫做有意義，同埋出得廳堂、出得國際殿堂嘅本土文化。第二，你而家成個香港講法真係係絕對係禁制本土思想，對於本土意識或者係一啲集體記憶，你而家都開始洗帶，甚至去篡改歷史。你做得呢啲東西，本土文化就自動冇曬，根都俾你鏟埋。淨係連一句最 honest 嘅嘢都唔夠膽承認，香港係英國超過180年嘅一個嘅殖民地，你都唔承認，咁咪都唔使講。講乜？冇事實就唔會有文化，亦都唔會有藝術，因為全部都係嚟自每一個藝術家真實嘅心理嘅感受。有個宇宙無敵國安大法喺度，任何嘅地方都係地雷，掂親嘅嘢都係炸彈，
根本就不會有言論自由，亦都不會有創作自由 ，expression 嘅自由都冇。所有嘅嘢都要歌功頌德，係驚你依家我做啲嘢指桑罵槐嚇，依一個笑依一個習近平啊，依一個嘅陰莖短，腎囊大，係嘛？即係你咁樣搞法，咁點搞咧？點做啊？大家啲都唔好講完。最近咪香港電影金像獎，係有某少將講句笑話，去到 get 位，全場冇人敢笑。係係係。這個就是香港的藝術，香港的文化的現狀，知道好笑但是不敢笑，不知道笑完之後有沒有國安跟著你，這個真的很好笑，其實連那個台上的棟篤笑的老牌的我們香港始祖啊，他都不敢笑，因為他也不應該笑的，但是看到你們這樣真的很尷尬，香港去到這樣的地步呢，是基本上是等於自淹的了，淹了之後呢不可能有正常人，沒有正常人就不會有藝術的，更加了、就是、香港原本的這些中文樣東西都好地地的，你硬要將匪語、啊、中共式的中文引入我們的香港，污染了，污染是吧，就是樣東西都打乜打物，是吧，就是用這些這樣的方方面面、啊、這些的全部這些疊字，是吧，就是完全虛字沒有意思的東西，根本你就不容許市民有這個中心思想，有思考的能力，所有的東西都是堆砌浮沙，空中樓閣，這個鏡花水月，那又怎會有實實在在的硬硬正正的文化可以滋養出來呢？老總，我想請問。是啊，所以沒有本土先沒的 input 就不可能有本土文化，所以這篇文章所講的你是不用收皮啦，講完即係第一白講，難為佢寫咗成幾千字。為咗睇完之後睇幾多字，點解我拎出嚟講？即係因為你實在太戇居，同埋太低能。訪問埋嗰啲嘅人，大放厥詞，所謂嘅文化人，有你哋喺度啊，包括你咁嘅胡欣威，你咁嘅垃圾，係嘛？香港文化大倒退啊！唔知倒退啊，歸零啊，唔係清零啊，可以話歸零啊。以後咧就係全部紅色文化就佔據香港江山嘅啦，大家可以。不需要太久的，三幾年就香港即是一片紅，所有文化就全部都是大媽舞，一定是這些主導，香港人就以後就拍好多戰爭片，拍東江中隊那些遊擊戰那些，以後就會看我們這些 舊時記錄，那些 YouTube 裡面那些舊香港那些畫面，我們只有活在這些地方，不會再有新的東西。香港的警察永遠是好人，不會有壞人，不會有魔警，香港警察在97年之前就全部都是拍他貪污，97年之後就全部都是好警察這樣。好了，我們今集就講到這裡，希望大家繼續訂閱兩個台，然後就是按個 like 啦，咁啊亦都裝阿龍屋嗰邊有個即係 patron 啦 ，patron 啦，我哋嘅 e-transfer 可以賺係啦。咁但係我都係喺度結尾啦，語重心長同所有喺香港過嚟嘅老友記講啦，我哋盡量我哋都要保存我哋嘅香港文化，盡量我哋都要增值我哋嘅自己，將自己嘅 added value。因為有一日香港需要人重建嘅時候咧，大家就有一個嘅任重道遠嘅一個責任咧，要去幫手喎。是啊，所以大家對於這些獨立的媒體呢，就是盡你們能力，就是你們越支持我們就越撐下去，是啊，專廣傳媒的披蟲計劃也都是一個可以考慮的，那下一集再跟大家傾，下一集我們可能要視像了嘛，是啊，那下一集因為何林會在多倫多，到時就要遙遠視像對話了，好好，多謝各位收看，下集下個星期再傾，拜拜。